ChatGPT、FinFET、晶圆、细光子这些常在产业报告、科技新闻出现的专有名词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别慌，让我讲给你听。我是曲博，知识力专家社群的创办人，曾是德州仪器的工程师，金控集团的投资审议委员。我定期把艰涩的科技知识转化成容易理解的影片，上传到 YouTube 频道，目前帮助300,000人更了解科技产业。台股60%是科技股，想在股市淘金，这些产业知识才是获利核心。这6小时的课程，你会了解新科技如何带动股市大涨，解密人工智慧、机体电路设计、晶圆代工、细光子、低轨道卫星、智慧车这6大创新技术，理解科技趋势，掌握投资的制胜先机。如果你想搞懂核心技术背后的原理，或是想从产业报告中找出投资商机，都可以跟着我在这堂课抓到未来台美股科技趋势。懂别人不懂的，你才能抢先布局科技股。我是曲博，让我带你用最有 feel 的方式剖析科技业。